嘿！啊！王子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心里不是故意的。你给我下来！你爬到房顶上就可以了吗？我又不下来了呀。好，你不下来是吧？你看我等会儿能不能你下来。你们拿个梯子噻，你把我梯子拿来，我好让我下来呀。你在上面，我带得起吗？哼！哎，上来搞的，我好多蚊子哦。旁，我欲越来越闲暇，要你就牵，我哭诉情埋到。我这头应该有朋友。哎，吴哥，吴哥，你让他哪里去啊？耶！你跑到房间去？哎，莫说了，还要棒把我撵上来的。哎呀，我去找个梯子来，把我弄下去。哎呀，好多蚊子，朋友。可以倒是可以，你把肉给点好处才得行了，弟兄。好处啊？你怕是要不得哟。不行啊，不行，老子们走了的哦。走走走走。哎，莫动噻！哎呀，我砸你两个是嘛？三句下别恋花千古佳话，一瞬风月尽这几句话，竹里的狼琵琶，红桥月下，谁在弹唱一念远方牵挂。哎，小胖，这里啥子好吃的？我也想吃。你能下来就？哎，那点小事难得到我吗？要等到下中。好吃，吃一次。你哪里老嫩呀？哎，你的小龙虾落了。你说啥子？我是说你的小龙虾落了，你看嘛，满地都是。那不是我掉的，我没买小龙虾。我明明看的都是你落的呀。你看错了，不是我落的那个。不对哟，难道是我眼睛有问题吗？我刚刚明明看的都是他落的啊！不管了，捡回去煮算了。天哪，那么多，我一个人要捡到什么时候？打个电话给王仔，让他一起来捡。喂，王仔，快点带上家伙来捡小龙虾。捡小龙虾。哪来的小龙虾呀？哎呀，你莫管了，快来就是了嘛！好，要得要得，来来来。嘿，韩小韩，我可以，今晚捡回去煮，不打不接，吃现成的。现在早，先休息下，我老婆去，等过一个小时去吃，刚刚好。好了，闹钟调好了。哦，很多小龙虾。王仔，你哪能用扫把扫哦？用扫把扫快些，叫你一个个捡，捡到哪个手去啊？耶，好，还是你聪明。Don't let me alone.哎呀，那刚才还我了哟！来，最后一点了，来，走。在这儿洗嘛。啊。我待会儿来帮忙洗哦。好。让我睡去，月亮也喝醉。哎，小胖，这不是你的小龙虾吗？我看到是龙王山上落下来的，可是他又说不是他的，他说他没买小龙虾，我都怀疑是眼睛出问题了。啊，管他，现在都是我们的事。Oh my girl, don't let me alone. Oh my baby, don't let me alone. 王仔，小龙虾太多了，你下午和他们在一起吃嘛？哦，要得。Don't let me alone. 走走走走走。快来吃，快来吃！八戒说：“快，好吃，好玩的，好吃，好吃。”老子怎么还没想哦？完了完了完了，那个水果头了。好了。王仔、小王，两个把我小龙虾给我吃完了。你不说不是你的吗？你看嘛，都被我吃完了。你们两个能把它吃完了？我把五百块卖掉，我一个都没吃到啊，好烦哦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。有人。哎，小胖你在这干啥？没有啊，我正好路过。那你跟我耍哈，我买菜去了。好。哼，看你啥会整哦。老不子小啥子哦？好帅哟，帅也帅鬼哦。真的啊？真的。跟非洲人一样帅哟、非洲人哪儿帅嘛？哎，我走了，老板子。东啊，木啊。
现在黄瓜了吗？六烟，你两个吃啥子？没吃啥子。你两个吃的没啥子好吃的，快说在吃啥子？我们来小组的黄瓜，看嘛，认真点。哦，你两个那个黄瓜真的还没有芝麻出，啥子？他两个，哎呀，赶紧把那全部给我装起来，哎呀。一斤给你算3块，来五斤，3元给你就是。嗯。来，手机拿出来，给你10块，不用找了。是吧？喂，买点黄瓜，但是还不想弄。你看，嘿嘿。好啊，要得，拿个嘛。要得，跟你那个就是什么时候呀？他那么好说话呀？3块3，哎呀！东大伯，你两个又在想啥子？你弄过来，弄完了，你弄过来干啥子哦？吃饭了，来，这么一个要按饮料，哎，辛苦了，给你吃饭了。哦，晓得晓得晓得，懂了懂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感谢赵云爸爸救命之恩，哎呀！来，我再吃一黄瓜。嗯，滚！你慢慢吃哈，我就不吃了，我还有剩的，走了。啊，你不吃了？哼，那你在乖好嘛，就给我弄去。你就互相帮忙嘛，我走了哈。啊，那我咋不送了？嗯，还可以。哎，嘿，你下！你才下！你真的下？嗯，嘿，我眼睛好好的，哪儿瞎了嘛？真的是照着话来说。哎呀，你真的瞎！我看你在瞎。哪个会有那种人咯？瞎都不要了。哎呀，还有那么多，我捡点回去算了，我还能省点菜钱。对呀。嘿，瑶瑶，快把你粪桶拿过来捡下。哪来那么多小龙虾？哎呀，莫问了，快过来捡，把你尿桶拿过来捡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当我醒来，太阳已喝醉，这个冬天特别寒冷。诶，我瞎呀，看不见的呀，我在那落了呀，我去看呀。哪唱一下子吧，快点点，唱不好起走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Don't let me alone。 我瞎子啊，他没得呀。终于可以实现龙虾自由了，得他有几十斤了，应该有吧。在哪儿去了呀？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才存点钱买的呀。哎呀，嘿，你瞎早肯定在躺下半个我就走了。干燥的嘴巴说不出话，在房间里有些声音，一副野猫在独自玩耍。Oh my girl, don't let me alone。 太好太好，这是你把虾子给我捡走了。哦，王贼哦，对啊，你小龙虾已经被我煮了。都煮了呀，你让人给我煮了呀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下落了啊，你不信呐。我以为你绝我耶，我好不容易攒点钱实现龙虾自由的。那要不我过两天买了就还给你嘛。还给我呀，算了吧。我看你好像弄得还可以啊，要不就叫你一起吃嘛。一起吃啊，好嘛，反正叫上筷子的事情。要得要得要得。他们刚才好像没那个卤了哈。卤了呀。可以啊。嗯，可以。